希望佢管理好啲，同埋咧就唔好加租咯，有啲小商户有得生存嘅空間咯。要執咗好多，啲箱仲細，老化咁計啫。冇生意啊！冇嘅生意咁就人流少啊，啲舊屋簽啊，啲傳統啊做唔掂。嗯。嗱，呢啲加租就走咗啦，冇啦，結業。都市呢呢啲商場，因為做幾廿年咧，都退休噶啦，因為出邊揾唔到。嗱，嗰陣時你